唔使做啊！今日呃唔到十个猪仔，你咪只想瞓觉啊！我已经答应了，都被放出去了，没有人再相信我了。你们还要我怎样？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给我骗了，我家也回不去了。你们不能给我死啊！李天凡，你嚟呢度之前都已经系个骗子噶啦，关我哋咩事啊？睇住佢，今日欺唔到大英，冇俾晒你饮。好，冇水饮啊！再不交钱，街头巷尾都会看到你裸体照，到时候，妈，喂，喂，玫瑰姐吗？老黄啊，那钱你准备好了？我的钱已经准备好了，你那个李侦探值得信得过吗？哎呦，老黄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李侦探说帮你，你就赚到了。他的信用是大过天的，他办事我放心。我的钱汇过去以后，你确定要把照片帮我拿回来哦？他答应你的，他会把照片拿回来，他一定会拿回来的。那那个价钱方面，你看可以再通融一下吗？哎，老黄啊，你看开一点吧，钱是可以赚回来的。老黄啊，我跟你讲，这钱哈、哦、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但是你的面子丢了。你就祖宗十八代了哦。那我好吧，我尽快转钱给你。马上哦。啊，你转账了之后通知我一声啊。好的。拜。想不到还有那么伟大的母亲。妈，我什么时候生日？今天呢？等一下有一个叔叔会来带你去有个长庆座，你要听他的话，知道吗？回来妈妈才买蛋糕给你。真的吗？男啊，哎呦，跟你讲了，我已经跟你安排好了这里，哎呦，很好的，这机会难逢。哎，看你把书弄好了，你给我知道，我跟你安排机票吗？
这里至少一万块的。哎呦，你看，机翻难逢。东爷，你打电话出去，你别想歪了，赶紧找我的老官。妈对不起你，其实你很乖又很懂事，如果我当时不是用你来报复，你不会变成骗子。妈，你怎么回来了？我自己从花园的手上逃回来的。你肚子饿不饿？我妈带你去吃蛋糕。大家好，我是李承子老师。今天呢，承子老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诈骗。你们知道吗？所谓的社会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造成的。欢迎新生代的母亲来骗我预约课程，机会难得。曾经是一只小羊，独自漂泊到远方，为了寻找我心中的梦想，但却不知是出现真的有人信的吗？让我经历了沧桑，洁白的羊毛，一睡醒就变成狼。你不变，白不变。一只披着狼皮的羊，饿昏了在路上。喂，老黄那笔钱你及时过给我啊！等，到你拜山那天，你什么都不用还了，对不对？不忘初心，我是一只小羊。房子，这是老黄的钱。这是我还给你的包信，记得吃啊，很贵的。不要被我冷酷的外表。外国大学在美国设立辣粉云准基金，这是什么新鲜事了？那移民局昨天就拉大队在雪隆内城捣破了一个堪称是今年最大的网络诈骗集团。他们妈，最近几单子都很紧。我真的不跑不行啊！你的事你自己搞定吧。就这样，妈，最近警察看得很紧，我真的不跑不行啊！你的事你自己搞定吧。就这样。骗子。